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咖啡色。那你最喜欢咖啡色的食物有什么？控肉。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每一趟都要去？嗯、因为对于一个配乐来说，他有时候其实看画面就好了。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就是如果我想象，如果我没有去的话，我可能看到那些大景或是森林，我会没有办法直接很直像我真的有去的那样子感受到每一个地方的差异。目前四集这样做下来，没有哪一个 Q 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最喜欢一个而已啊，一个。一个，哇，这蛮难的哎。如果三个，我就比较回答得出来。好，三个。我觉得南湖那次。那个主 Q 其实我在描写的是，因为那段刚好讲到是说很喜欢上这个地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点像在用音乐去描绘那种看到这个圈谷很心动的感觉。我觉得大分也是有点类似，就是有一种走了我好，就是走了好几天，因为那个节奏是在模拟郭雄的步伐嘛，走了很久，然后觉得哇，原来这里有一个这么可以好好待着的地方。那个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有跳脱我本来比较不擅长的类型，或者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印象也是会比较温和的。我觉得在做那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要有一种出任务，然后要很帅的感觉。可是因为我觉得帅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很难帅。